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这里是迷你世界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这个地图，它非常有意思，名字叫做二段跳，屋顶有神器。我们现在呢需要跳上去啊，小伙伴们已经开始了。那么这个二段跳呢，对于我来讲啊，非常的 so easy。你们的鸽子哥哥可是一个跑酷大神啊，小伙伴们不要挡我的路，我要爆发了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些小伙伴们。不要挡路啊，让我上去你们不要再挡我的路了，这样的话我真的没法上去了，真的。哎呀，你先下来一下，先让我上去啊，求你们啦，让我上去。这个卡卡在这里一直捣乱啊，妈呀，我的天哪，我这刚上去就被人一拳给打下来了，实在太难了，我的天哪，实在太难了，求求你们了，让我上去吧，别打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场面真的是太尴尬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已经摆脱小伙伴了，我现在呢就专心的向上走。对了，看到这的小伙伴呢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游戏的小伙伴，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玩游戏的小伙伴，那么你可以给鸽子哥哥点个关注，因为鸽子哥哥呢最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了。我们现在继续向上走啊，你看摆脱了小伙伴以后啊，我这个就很快就上去了，因为之前的小伙伴一直在那里卡呀，大家呢你卡我，我卡你，最后谁都没办法上去，所以说这二段跳的话还算是不难的，需要掌握一定的节奏啊，它是非常简单的。哈哈，小伙伴们在下面依然打的是不可开交啊！我现在继续向上走。哎，这块有点尴尬了啊！我再找找感觉。哎，这位小伙伴是什么时候上来的？不要陷害我呀，妈呀，我的天哪，啊，什么情况啊，这位小伙伴你在干什么，是要逼我使用喷气式背包啊？这位小伙伴太坏了，我要上去找他，他太坏了，他刚刚把我给踢下去了。他现在呢已经登顶了，我现在呢也是已经登顶了。嘿，小伙伴，我上来了，下去。好的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